血糖升高时，身体会分泌什么激素？胰岛素。正确。台湾的十大建设是由谁推动的？蒋经国。正确。国文课本中读到的淋鱼是指现代的哪一种设施呢？淋鱼，淋鱼凉亭。下一题。台湾人左手臂上的疤痕，大部分是因为施打什么疫苗呢？牛痘疫苗。下一题。古代的学费束修是指什么东西？肉干。正确。威士忌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呢？大麦、小麦、黑麦，谷物。正确。Raining cats and dogs 是什么意思？下雨。正确。恒星温度最高会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正确。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包括英文跟数字，总共有几码？十码。正确。阿拉伯数字是由谁先发明的？印度人。正确。国际上用 K 来表示含金量，那十八 K 表示含金量是多少？75。正确。菲力牛排是牛的哪个部位的肉？腰内肉。正确。哈利波特中死神的圣物共有几种？三种。正确。国际通用的摩斯密码求救讯号是哪三个英文字母所组成的？ SOS。 正确。英法百年战争中圣女贞德是哪一国的军事家？正确。知名艺人李雅明的儿子是谁？李玉玺。正确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，出自于谁的词？李清照。正确。鱼是用身体的哪个部位保持平衡的？鱼标。下一题。高潭市是哪一位 DC 漫画英雄的居住地？蝙蝠侠。正确。 Havana 是哪一个国家的首都？跳过。下一题。哪一种候鸟在国庆日前后会来过冬，被称为国庆鸟？跳过。下一题。2024年开始，打工的时薪不能低于多少？105。下一题。全世界最长的铁路是哪一条？青藏铁路。下一题。英文 Green-Eyed Monster 是什么意思？跳过。下一题。电影《食神》中的双刀火鸡是由哪一位演员饰演的？莫文蔚。正确。哎，暂停，时间暂停。有遇到一些小乱流啦，会顿一下。啊，首先那个鲮鱼是监牢啊，对，深陷鲮鱼，有没有？对，陈佩斯。我一直听到鲮鱼什么鲮鱼。深陷鲮鱼。台湾人左手臂的疤痕就是卡介苗。卡介苗。对，它是预防结核病，会胶原蛋白把它变成纤维组织，所以它会有一个疤痕在。对。鱼是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保持平衡？是它的背鳍。啊，背鳍。对，就在背部上面，是它来平衡的部位。如果你身体越长，你需要的背鳍协助呢，推的就会越长。因为它才可以推动你整个鱼的身体，而且它可以帮助你什么？比如说摄食啊，或者是伸直、跳跃等不同功能，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背鳍。哦，对，他刚刚讲鱼标那个就比较，鱼标是好像是控制上浮跟下沉，对对对，所以就比较不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豪平主要先从那个哈瓦那是哪一个？根本听不清楚，就古巴。哦，哈瓦那。对，哈瓦那。然后它是像我们不是有什么哈瓦那种拖鞋，还有哈瓦亚纳，不是同一个字，不好意思，是巴西的阿巴亚纳，那古巴的叫哈瓦那。好，你看，好久没有厉害的英文，现场的老师哈瓦亚纳，还是他们几个要不要一直站在这里，每一集都站在这里。有英文题的吗？可能也是希望旁边直接换成 Peggy 吧。没有，他上一集已经说奇怪，曾颖怎么不是女主持？好了，然后我才说奇怪，大成怎么不是男主持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好吧，那然后呢？哪一种鸟候鸟在国庆日的时候会来过冬，被称为国庆鸟，就是灰面琵鹭。哦，对，因为它是每年大概10月10号的前后5天。就刚好他们来的那时候，你就说，10月10号到了，然后都停在我们这个彰化八卦山，所以它就是彰化县的县鸟。县鸟，对，灰面琵鹭是这个彰化梁永琪告诉大家，彰化县县鸟。2024年开始呢，打工的时薪不能低于多少？刚答他答105，那是你那个年代的打工时薪啊，其实很久以前了，我们每年都会调。那2024的时薪呢，已经从原本以前是176调到183，然后最低工资以前呢是26400，现在也要调。
调到27,470块。我要澄清，我都有给到这个最低工资以上，我只是因为我就是150，我给的已经远超过，我根本不管最低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不是冠老板。OK， 对。然后全世界最长的河流，不，最长的铁路是西伯利亚铁路，西伯利亚，对，它主要是第一亚欧大陆桥，它就是连接贯穿从莫斯科到俄罗斯远东地区，因为你知道俄罗斯的占地是这么的大，所以全长哦是9288公里。青藏应该是最高的，往青藏，青藏是所在的海拔是最高的，位置很接近那个方向，都是那种很地大物博的地方。但是西伯利亚铁路很有趣，因为它是横的，所以它这个铁路跨越多少时区？你可能有时候大家都在火车上，可是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，很妙。然后再来英文 ，Green Ice Monster， 来英文老师 ，Green Ice Monster， Green Eye Monster， 哎，什么意思？绿眼怪物就是会嫉妒啊，会嫉妒啊，对 ，jealous。那这个有什么俚语或由来吗？它是文学，文学，奥德赛，莎士比亚里面出来。对，因为主角有一个骑士，在莎士比亚的剧作《奥赛罗》里面，主角的骑士的 Lego， 他就提醒奥赛罗说，嫉妒如果在你心中，会招来一些祸害。对，然后那一个心中嫉妒的怪兽就叫 Green Eyes Monster。对，所以大家不要再嫉妒我的脸庞。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那音效怎么了？对对对，很棒，因为看你都没有 green eyes， 我们是 red eyes，angry 愤怒的意思，看到眼眶，愤怒的心情。对对对，好品也要换人吗？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我一个加油，好好好，玩到底，加油到底哦，支持你。好，那现在尽量拉低他们的秒数，让他们两个笑不出来。哎呦，来，关主这边，请准备，老师请出题。围棋盘上九黑点正中央的叫做什么呢？天元。正确。短周期的哈雷彗星要隔多少年才会看到一次？70年。下一题。校园反毒运动是用哪一种花作为代表？紫荀花。正确。台湾第一间货柜屋的星巴克位于哪一个县市呢？花莲。正确。百慕达三角洲位于哪一片海洋？太平洋。时间到，是北大西洋。好，北大西洋。刚是64年吗？哈雷彗星嘛，对，如果是短周期的话呢，大概是75到76。嗯，所以一个人一辈子当中，你如果可以看到两次哈雷彗星，是很幸运的一件事。对对对啊，就表示你活得够久。就是要可能你刚好那种3、4岁的时候，哎，看到了一次，然后呢，这个78岁、79岁的时候，哎，又看到了一次，也是看到一次。对对对。他3岁的时候是包尿布看的。对。那80岁也是包尿布。对，包尿布。厉害了。对，那刚刚那个校园反毒的花呢，是紫锥花，就代表就是纯洁、勇敢，勇敢跟毒品说不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长得丑也是一种毒啦，哈。哎，你现在不一样哎，你现在不一样。今天去干什么？好快啊！你以前温良恭俭让哎，你现在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被影响啊！我们谢谢关主，谢谢。啊，很可惜啊。哎，那你们刚刚在旁边看这个笑话看得怎么样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太厉害了，加油！我觉得太厉害了，那你看有些题目真的很难，对啊，真的好厉害，一两秒要想出来，而且反应超快的。而且因为我们不是选择题，嗯，也不是什么直接问圈叉题，是你一定要讲出一个答案。你有时候可能知道，但那个紧张，然后还有那个秒数在倒数，你会觉得很可笑。对，而且你答错一题以后，你会很失望，然后你会一直在想着上一题为什么，对，然后就后面真的就都听不清楚。可是我看那三位老师在旁边也是嘻嘻哈哈。对啊，很高兴，不是我，对我们很高兴，不是我们，还好不是，因为我们压力就是该有的心态。但是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学生面临考试的那种紧张感，很辛苦。而且觉得吃香蕉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吃香蕉心情会很好，像那个 monkey 只吃香蕉都会拍手。对对，因为好像失恋也是吃香蕉皮嘛。它里面有个快乐酵素，对，我讲真的，但是你不要直接吃，你可以把它打成汁，香蕉皮可以打成汁，还是我香蕉皮可以丢在街上，看人家跌倒，我就会更快乐。不要这样吧，这样对，这样是违法的。那三位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今天谢谢两位热情的参与，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，我们百变智多星，一起动脑筋。